我夢想要做到嘅嘢啊，
竟然可以做得到。嗯。咁首先喺度要特別多謝，特別多謝係 Sam 咯，啊 Thomas 啦。嗯。即係一個我哋喺大概十一個月前一次見面之後，就已經決定咗要做一個我哋要好高質素嘅音樂會。嗯。亦得到啊億年嘅認同同埋支持。咁我哋先可以實現到呢個夢想。咁、更加又要多謝東亞銀行、信用卡啊，佢哋全力支持啦。我哋嘅拍檔Show Off 啦，同埋呢一個大會指定嘅披薩客啦，各方面嘅好朋友全力支持啦。咁咧就最重要一樣嘢，我想重新要 set 一個新嘅指標，一個 standard 俾香港嘅觀眾。大家是應該是去欣賞、去聽音樂會，嗯，去看、去 enjoy， 就不是話要做一些 show， 就係嗰個係一個我哋有兼顧，但係咧，但係呢個今次呢個音樂會，我哋受到各方面有很多嘅意見啊咁，但係我覺得我是決心要做呢一樣嘢，就是話要一個大家聽高質素嘅音樂會，呢個就係我哋一路。一定要做到的事。那也都是晒 Paco 和都是易年帶給我們這個新的一個我們要用 tune 一個新的心態 去欣賞音樂 去品嚐音樂這個角度的。那除了 Paco 上來之外呢，更加剛才 Paco 講了朋友都到齊，來班都到齊，那我們有一個呢就是祝酒儀式要進行的，那跟現場媒體朋友和一些工作人員一起喝回OK， 我哋咁多位朋友都有可好。咦，而家我避開一陣先，因為每逢呢個爆破都緊要啊，我哋將呢個爆破搬到嚟呢度做啊。我首先依年可唔可以夠力開咧？好。哇！哇！好勁啊！呢個亦都係我哋慶功宴嘅新地點啊，所以咧嗰啲燈咧係新嘅嚇。哇！哇好厲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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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好厲各位工作人員都會幫我們手拎翻啲，後面咧就可以同現場嘅朋友一起分享翻嘅，多謝曬咁多位支持億年嘅朋友，多謝曬，多謝，祝大家食得開心啲。咁另一間要安排啲嘅媒體朋友可以同張明傾下偈啊，咁啊會咁安排㗎。Thank you， 多謝曬咁多位 ，Thank you。要揾埋 Anthony 啊，一齊出埋嚟啊 ，Anthony，Anthony， 梁美麗唔好自己住啦，快過嚟啦。这个幕前台前幕后班底呢底都要记录低的。三位。阿 Kim 啊 ,Anthony 和 Sandy 啊，这个组合啊。中间。这么多年都合作无间。好，三位正面的。阿 Kim。今次 Anthony 是四份譜來的，所以 Anthony 就講一首歌。跟著這邊啦，謝謝你這邊。Kim 好厲害，三位正面來。好厲害，我都黃金子怡演唱會，我的編曲真的犀利到呢。Anthony 好有心機去做的，你聽到嗎？ Thank you， 拜拜。謝謝 OK。